家好，我是吴英嘎，我现在又要去串门。那就给拿点东西，拿点礼品，空着手到人家家里来电脑。先来我舅爷爷家接我叔叔，他说他也要一起走。他说是爸妈给他买的。小猪佩奇皮带。爸爸。好的，从他家出发。这是我们除夕和今年初一来的，舅爷爷家，那是我们家。好嘞，走。我们到了。在闹的。哈我们大伯家出来了，再去他大儿子家，我哥哥家，就在前面。Hello.从我大伯家拿的柳树回去做辫子，羊辫。他们家附近有柳树，所以就给了我们几个。好了，从他们家出来了，我们要回家了。那我们下期见吧。